鬼话一，穿过站桩申请正臂，当场通过。申请正臂啊，两次拒绝，最后是穿着过站桩去了啊。他说我还给法治基金捐了钱，人家这个移民官说行了，你的今天的这个正臂过了。哇，这个事情文贵十天前就吹嘘过，但是是说拿到了美国籍。另外两个战友穿着过站桩去了啊，规划了美国籍。正臂通过面试后，只是拿到美国绿卡，并不是直接入籍。那么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入籍呢？对大部分人来说呢，需要在取得绿卡5年以后。全家都加入了啊，都规划成美国籍，太好了。文贵，你自己正臂都拿不到，还战友穿过站桩全家拿美籍，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？鬼话二，法治基金无条件帮助中国人。这个法治基金啊，它的意义就是在不论是官员啊被抓的犯法的，还是老百姓，还有律师，还是媒体界，不管谁，也不管你什么身份，那都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。可等到人家真需要帮助了，郭文贵马上撇清了自己的关系。你殷队长，法治基金没有义务管你。然而之前文贵又是怎么承诺的呢？这位尹队长啊，要需要资助，最起码啊，无条件的得给他个10万美元。可惜这10万美元一分没有，还反咬一口。你在泰国出事以后，你是刑事犯，我告诉陆德先生，第一时间你千万不要被共产党和我们大家牵扯到刑事案去，那法治基金和我们是受不了的。既然这么害怕，当初为何又吹那么大的牛？有任何需要的，跟我们法治基金跟我们联系，跟我们所有的你们知道的战友和我本人联系，马上啊，政治庇护啊，身份庇护，法律援助，现金支持。每次都是信誓旦旦，可在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就翻脸无情了。特别是细思哥说到什么尹队长这个事情，让我心情很不高兴。